恭喜礼拜四的 DJ 蔡雅嘎啦。这都是 DJ 周，马上介绍一下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。礼拜一这个阿杰介绍的是乐团，说蛮嗨的啊。礼拜二喜好啊嘛，介绍重金属摇滚，我比较少接触啦，不过那天听浩浩这样介绍，哎不错哦，以后也可以这样唱一下。啊，礼拜三马叔叔不要理他，我们再冲个小。礼拜三不要理他。礼拜四嘞，今天我要介绍一下，算是介绍一首歌啦，这算是启蒙我音乐非常重要的一首，不是他不算摇滚乐，不是乐团，他算是比较电子的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比较 DJ， 比较电子嘻哈一点的。对，以前其实没有那么喜欢音乐的，我的音乐类型也比较狭隘，就听一些比较芭乐的歌啊，情歌啊，一些主流音乐啦。但我听了那首之后，开始觉得，这种非主流、这种地下的电子音乐其实也不错。前几年还蛮红的，就那首歌还蛮红那一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？不然我们现在就来播这一首给大家看看，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？对啦，这首歌算是启蒙我蛮大的一首音乐，这样。对，还后来那主唱好像有去从政，是不是？好像有当什么议员这样，还蛮厉害的，算是蛮全方位的这样。介绍给大家。